5年前，科学家们发现太阳急速衰老，它将在未来几年里突然爆发并吞没地球。但人类并不甘心就这样灭亡，人们实施了方舟计划，建造巨大飞船逃离地球，然后方舟离开了，而我们留在地球上，等待最后时刻的降临。老爷，你还在做卷子吗？毕老爷，老毕，哔哔哔哔。
教室里就我们两个，有什么关系？好好，那我等下课铃响了再来找毕老爷。除了做卷子之外，你应该找点其他爱好。为什么？做卷子呀，总有目的吧？考个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称霸全国，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。但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大学，也没有工作了，连白富美也都没有了。这么说，做卷子很开心了？没觉得呀，你做卷子的时候从来没有笑过。自称喜欢做卷子的人，真做起来的时候却板着脸，说不通吧？来，笑一个，像这样。告白呗。不行吗？闹一个试试看，反正这里没其他人。你每天做卷子很有意义吗？你也可以喜欢我呀，我也喜欢你对我告白。我有五个喜欢的男生，你排名第四，我不能选择你。啊，等等。再告白一次。那老规矩，比一比呗。和之前一样，你
选一套卷子我们做，分数高的人赢。这次不用请吃饭，谁输了谁告白可以呗。这是认输的意思。好，那赶快选个卷子，你还没做过的。有标准答案吗？换个有标准答案的。开始。291，你输了。不学习考的这个分数很难吗？输了，告白。别不认账，快点告白。说喜欢我，让我当你女朋友。我说嗯。Thank you.
今天准备做多少张卷子呢？世界末世了，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在做卷子上面？当然有嘞，浪费时间也有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区别。陪女朋友说话，昨天告白成功了，现在我们是情侣关系。聊会儿天嘛，待会儿我陪你做题。那我就站在你身后，你做到哪一题我就直接报答案。对呀，谁要你脑子没我快。男女朋友的话题，八卦，什么都可以。好听呀，你不觉得这个毕生却容易引起误会的名字方便吗？这是我毕生的心愿，这么说你会怎么理解？这个毕老爷更实用吧。这题选 C。 刚才说好了，不陪我聊天我就报答案，有本事你做得比我快。什么聊什么呗。女人缠着男朋友有问题吗？现在是了。没骗你，我是有五个喜欢的男生，排名第四，不服气。的四年前自杀了，排名第三的失踪，大概是在方舟上天的那段时间。排名第四的还在呀，管他干嘛。这一题选 B 和 D， 多项选择题第二题。真太容易出卖自己了，一点掩饰都没有。是不是因为做卷子太多，导致你看什么都死盯着？哥，你在看我胸？看吧，没事，反正我们是情侣关系。现在不抓紧时间看，太阳爆炸就没机会了。看来你还是蛮喜欢我的。
那我偏要不听说话，破坏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。昨天呢，有没有重新建立桥梗？要不要再试试看？那就不给你了，下次求我我也不会给。好好，那你就安静地做卷子吧，我回去了。男朋友不想我待在这儿，留着多没意思。世界末日了，每天要有不同的活法。啊，对了对了，作为刚刚上任的女朋友，给你准备了礼物。不是你，拿着蔬菜汁。自己做的，我在后院种了些蔬菜，试试看。现在想吃到蔬菜非常难哦，充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而且还是女朋友的心意。没有，不能只看外表。看的东西往往带给人惊喜。你也尝尝吧。我喝过的你也喝，这是间接接吻哎，你赚到了。哼，昨天直接接吻了，现在间接的你看不上。哇，一副渣男的嘴脸。是渣女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你到底喝不喝？女朋友的心意。没几天就要毁灭了。你没喝过怎么就知道难喝？Thank you.
生素，健康。出来之后感觉好多了，要先稳步。人家的心意好歹尝尝嘛，以接吻这种浪漫的方式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。是的，一言为定。行吧，欺负你，但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警惕啊？你总是对我这么警惕的话，我很难编台本的。那是因为我觉得你该做点其他的事，而不是每天蹲在教室里。不一样的，活在幻觉中挺好呀，人生本来就是个幻觉。试试看。吐完再说吧，你现在吐吗？快吐呀。这说明我做的蔬菜汁还是可以下咽的。打扰毕老爷您做卷子，希望太阳爆炸的时候这些题目能救你一把。居然和这种人交往，不行了。世界末日了，一切从简。是我的初吻，你也是吧？如果太阳当时就爆
求生最后一个文明，实在太浪漫了。奇特就对了，这说明我和其他人不同。总是自以为和其他人不一样。我和其他人一样吗？你觉得？对呀，只要有人觉得我是特殊的就行了。是我男朋友，而且还是长期捉弄对象。你露出了复杂的表情，我的目的达到了。今天的日常任务完成，可以回家去了。毕老爷，妈妈做卷子，咱们明天见。如果还有明天的话。Thank you.
打扫一下吗？咱们干脆换一间教室吧，反正其他教室也是空的。想不到你还如此恋旧。书店里没有了吗？难道有人和你一样喜欢做卷子？那这些卷子都没了的话，你还有卷子做吗？现在咱们这一天不是没电吗？志愿者发的。我就是发灯流的志愿者啊，你不知道？这座城市留下的人又不多，剩多少灯流都不奇怪了。
常识。教科书上说用水灭油火，容易使燃烧物随水的流动而扩散。还有，水中的高温油会爆炸，之火则使蒸汽炸开。难道之前的防灾培训你没参加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慌张张的解决不了问题，灭火器明明就在旁边。对呀，世界末日综合症，表现为情绪失控、极度兴奋或者抑郁，伴有间歇性狂躁。爷怎么这么伤心？要不要温柔的补偿你啊？什么方法都可以哦，只要你想，我满足你。分手，交往结束，分手，断绝关系。就生气了怎么啦？我世界末日综合症。是的，算我瞎了眼，陪你在这里耗了一整年，再来找你我是猪。
不出所料，你果然来找卷子了。找你，我是来烧图书馆的。书店烧起来会很壮观。男朋友被抢的仇，不共戴天。关系可以断绝，但我咽不下这口气啊。If you enjoyed this, please subscribe to my channel. Thanks, and bye-bye!